幸能够来担任这个义消义勇消的总队长这个职务。当然我会秉持着我们张县长所带领的消防局啊，对于我们消防局的一些设备哦，包括人员的编制、设备独立等等，我们议会哦都会全力来支持。哦，哎，陈如县长所讲的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些我们的警义消的兄弟姐妹们，对于防灾救护，当然都是没有后顾之忧。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警义消哦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，长崎县的为我们云林县的乡亲守护我们的财产跟生命。生命财产的安全哈，尽了一份很大的心力。那同时呢，他们也在啊这当中付出了相当长的时间呢，啊年资都相当长哈，甚至呢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啊事迹啊，值得我们大家来肯定跟表扬了哈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代表云林乡亲来感谢所有今天接受表扬的这些警义消的同仁。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今天黄凯义长哈啊来接任我们义消的总队长哈。那我想他本身呢，对于我们义消同仁非常的支持，也非常肯定哦。那不止在预算方面也全力的支持，那同时我相信他也会秉持着我们沈宗龙义长的精神哦，继续来服务我们的义消的这些好伙伴哈。那我们一定会啊团结一致的哈啊，不只是议会或是县政府哈，跟我们所有警义消的同仁，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守护我们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。